我们到西双版纳景洪了，现在出去觅食，走吧。特别有东南亚风情的一个城市，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东南亚。我看那前面有那个好多摆种摊儿的，我们就去吃那种路边摊儿吧。现在呢，我跟猫哥在那个夜市旁边的一个傣味餐厅来吃他们的手抓饭，后面就是夜市，然后可以看他们在这边人流穿梭。夜市这边的话，他们家的那个价格稍微要偏贵一点，像那个泡鲁达，我们在瑞丽可乐那边买的是8块钱一杯，然后这边餐厅卖20。我们两个选的一个这个2人份的小家庭手抓饭是98块钱。这个黄色的呢是黄糯米，这么大一份，我们两个人也够吃了。感觉比我们上次在那个腾冲滇西美食城吃的那个更正宗，而且菜品也挺新鲜的，98块钱。来尝尝，它这个烤的没有很焦，有点肥。它排骨看起来挺新鲜的，这个是不是香茅排骨啊？蘸哪个酱吗？蘸这个吧。不是排骨，是烤鸡。还可以，比较新鲜。尝一下这个菠萝饭，这个菠萝饭不是特别的正宗，就是很简单的那种，它里面加的料比较少，这个菠萝饭不怎么好，就是很普通的饭，那种饭的味道跟自己家里做的那种差不多，拿菠萝跟那个糯米来蒸的，然后加了一点那个菠萝片在里边，直接吃，不管那么多了，把那一半放到那儿，这是我的了啊，都不管它，都不用手刀了，直接吃了。这鱼好吃，挺新鲜的，是鲫鱼吧？这个不是，他们说是他们这边什么罗非鱼什么、他们这边罗非鱼比较多，那天我们去吃烧烤也吃的罗非鱼，直接啃了吧。哎呀，我都不要形象了。他们这边就是最好吃的就是鱼跟鸡肉，其他的都很一般很一般。猫哥喝的老挝啤酒，老挝啤酒是那个全球排名前10的那个啤酒哦，曾经还进过前3。这下边就是西双景的夜市了。这夜市好热闹啊！小菠萝30块钱一袋，有20几个，好便宜，好划算。买一个，这是防走丢气球。随处可见的街头艺人。我不会让你变成永远。外面的世界送给你。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。